好，再来看到今年车市大爆发，进口改装车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。中央新闻独家直击进口改装车厂，看到这些师傅呢忙到不行，各式各样的改装外观都有，甚至有车主是大手笔改装内装、引擎盖、轮框等等，这零零总总加起来要150万元，根本就已经能够买一台新的进口车了。装上轮胎、检查电脑系统都是改装车厂标准做法。这里一台一台的英国进口车改装后，外观超有型，马力更强劲。引擎声听起来相当沉稳，像是这台加长型车款，光是改装引擎盖就要价12万，引擎旁再加装空气滤清器，增加车子马力，加上内装改装费高达120万，足够换台新的进口车。因为一般原厂车出来是需要，就是适合大众化啊，我们有些比较喜欢玩车的人会依着自己的步调、自己的性质去调试为自己适合自己开的车。而这台英国经典敞篷车款加装碳纤维子气箱、排气管、引擎、轮框、内装全都进行改装，就要价150万。还有这台同样也是敞篷车，蓝色古典款改装轮胎铝圈避震器，加上车头水钻，就要价40万。这家全台最大的改装英国进口车厂，一天最多能改1到2台车，平均一天光是靠改装就赚饱饱，营业额预估5到10万，一个月能改50台，营业额预估就能达500万元。那改的大概一些东西都是哪一些？几乎都是避震、刹车类的。一般来讲，都改外观的比较多啦，因为外观的东西我要花小钱，大家眼睛都看得到。靠改装名车的生意，师傅可接到忙翻了，一个下午都没休息，不停加装电脑、车灯、刹车器。看得出来，今年车市大爆发，也让改装市场生意跟着越来越好。记者曾建勋、邱景台北采访报道。